我们会比较多实际操作的东西，不会说每次都是像拿着书，然后一直看一直念，这样讲完就没有了。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整天在那边盯着书看，所以就可能比较喜欢这种互动式的吧。这样子上听完课程很好玩，我很喜欢。因为这几年的经验啊，会觉得说只要学生上到这一块天文的东西，感觉上他们这种很抽象的东西，他们学习上的一个效果都没有那么好。那这几年刚好政府也在推行所谓的资讯化，那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试着把这种资讯化的东西带进天文课程里面？我把我们随手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资讯化的一些产品设备融入进来。比较传统的方式大概就只能从课文上纸本教材当中去学习到这种天文知识，可是如果是用 DV 或者其他数位设备融进天文教学的话，那我可以模拟地球、跟太阳月亮之间它的一个互动关系，那我用 DV 去呈现出来我所看到的月亮月食日食的一个状况，那是很实际可以操作的，甚至于同学他在家里面有这样类似的数位相机啊，数位摄影机，他也可以这样子玩。后来发现有时候同学他们操作这些东西比老师还内行，甚至于说有时候把这整套设备交给同学自己去操作，那他操作的过程当中老师或许从一个理论的观点去指导，那学生直接操作的这个经验呢就可以应用上来，变成说这种知识它是可以操作，可以去学习，是很直接的一个东西。所以假设有想要这样试着做的老师呢，或许也拉同学进来做一点辅助性的一个措施，那这样效果会更好。